早上来喝杯咖啡。把咖啡倒入杯里。再把石头糖倒入。一杯拿铁就完成了。第一次来到了 Lotus， 大头虾一只 RM 8.48， 差不多手掌那么大，用盐和胡椒粉腌制，放入空气烤箱200度45分钟。45分钟后，有些比较大只的就不能熟，需要多加10分钟。来庙里找师傅加持，地址大家可以在地图搜。70% SV 吸引来了那么多人，排队买年货。啤酒、日常用品、咖啡都有，肉干、香菇、白米、香肠。进口巧克力零食。进口饮料、快手面、新年年饼、火锅料、刷刷肉、柚子饮料都有。买单、装车。巴萨，最后一碗。
tomorrow. 要么来探见这间 fiery cake house。让我们来探监这间 US Pizza。来选择自己要的食物口味。